下边咱学习一下主动名词和被动名词。这个 are 与不重要，咱不看了。一、主动名词，主动名词是动词派生的一种名词，表示动作的主动者。也就是说，刷了一回马艾比，刷了一回接了一顺马艾比。沙利和我父亲坐在一起。安吉罗费了哈了，我马上下来。安娜娜吉拉顿费了哈了，我马上下来，都是一个意思。萨费了做海伦伊拉埃斯坎达利亚，做海伦莫萨费伦伊拉埃斯坎达利亚，祖海尔旅行到亚历山大。他放我个大礼物费昆里奈瓦嘿，啊大礼物莫他放我个费昆里奈瓦嘿。学生在各方面都很出色。这是主动名词的词形，这个词形呢，如果学过 sorrowful 词法的话，对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啊，它概括了基本上三母和复四母。安全是三母解释动词，一般三母动词 far ally 啊，far ally far ally 的主动名词的词形是 far ally，也就是三母，不论它的这个标音是上还是下。都是 far ally。如果三母动词中间有字母啊，alif 就变成 far ally，其主动名词是 far ally。alif 我们一贯叫它柔母，就是将中间的字母 i 呢去变成 alif，这叫柔母。柔母的在中间那个中空动词变成 far ally。如果三母动词最后的字母是 vowel 或者 ya 一般我们叫缺尾动词，也叫柔母。柔母的缺尾动词变成发啊或者发啊，那么呢，它的主动名词呢就是发 in 啊。四母以上的动词是把现代式动词的第一个字母换成和否母，倒数第二个字母保留祈使符。或改为祈使符，比如说 ta fa a la ye ta fa a lu 变成 mo ta fa a lun ta fa a la ye ta fa a la mo ta fa a lun 啊，再注意这个主动名词的用法，做形容词。al ustadu za ilu 客座教授，ta'amun jahizun 熟菜。准备好的菜。My gelatin momotia，有趣的杂志。Al-Umamul Mutahida，联合国。Talibatun mutafawwiqatun，出色的学生们。Al-Ummahatul Mujtahidat，勤劳的妈妈。Talamizu mutahammisuna，热情的同学。Ikhwanul Mukhlisuna，真诚的兄弟。做普通名词中啊，maniatun 抑制剂，faidatun 利息，mudir 经理，mutarjimun 翻译，mudarrisun 教师，katibun 书记，amil 工人，talibun 学生。做专有名词。Muhsinun Zahira Aisha Kamilun Adilun Halid，这都是人名啊。主动名词主要做形容词用，有性数的变化。阴性主动名词一般是在阳性主动名词衔接一个 noun。主动名词的双数按一般双数名词规则变化，其完整是复数。随其性的不同，按完整是阳性或阴性复数的变化。一切作为名词用的三母动词的主动名词，其复数按破碎式动词词形变化。三母有的时候说白了就是不按规则变化啊，比如 talibun talabat 是三母解释，变成 talabun 或 talabatun，而不是 talibun 的。啊，阿米伦，欧马伦，我阿米路呢？阿米路呢是规则变化，但是欧马伦不是。
哈尔密论，孕妇哈瓦尔密论，它就不按规则，它的规则就是哈密论的，哈温爱好和瓦吞，哈基尊，哈瓦基尊，嘎尔一大吞，嘎瓦尔一度，这都是三模不规则的变化。二，被动名词。被动名词是从及物动词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名词，表示动词的承受者。كتبت الكلمات على السبورة الكلمات مكتوبة على السبورة يدعى علي إلى الغداء علي المدعو إلى الغداء يحترم العلماء العلماء محترمون تستخدم الأوراق للكتابة الأوراق مستخدم للكتابة 啊，内容写在黑板上。阿里被邀请吃饭，教授呢受到尊重，纸用来书写。被动名词的词形，这个大家看一看，先看一看啊。回头咱看下边。被动名词派生规律如下：安全式的三母简式动词，也就是三母动词，far away 的被动名词的词形是 my for all 论。三母中空动词中间的 fa 问，第二个字母原是 wa 问，其被动名词的词形则是 my full 论。第二字母原来是 ya 问，其被动名词变成 my fee 论。第二个字母啊，第二个字母这个 i 呢变成 alif，它的变化。起始的变成 my fee 论，开口和合口的就变成 my full 论。下边三母缺尾动词 fa，动词最后字母是 wa 文或者 fa。动词最后的字母是亚文的时候，变成 my for all 文或 my for 一文。四母以上动词变成被动名词，先把现在式动词字母合口辅 mu，倒数第二个字母读音不变，它发而来或它发而来的动词，或改成合口辅，最后字母改标。合口双音符，就是这两种不变，但是其他的这个倒数第二个字母变成合口。咱说一下，阿拉哈巴鲁勒马法鲁芬，已知的新闻，马鲁芬本身就是三母简式变化的，麦卡伦麦什胡勒，著名的地方，三母简式变化的，比多阿吞麦比尔，已售的商品。多一分 مدعو 受邀的客人，الأدوات المستخدمة 二手的设备，السمكة المشوية 烤鱼，الأساتذة المحترمون 受尊敬的教师，但是我们没有这么说的一般都直接翻译成尊敬的教师们，المواعيد المحددة 特定的时间，做普通名词。Makulat 食物，Mashrubat 饮料，Maudu 主题，Mashru 计划，或者项目，Muaddab 礼貌，Muwazzaf 职员，Mukhtar 这是 Mahmud 的，Mansur ，Muradun Mamduha 这都是人名儿。被动名词主要是。做形容词用，有性数的变化。阴性被动名词一般是在阳性被动名词词尾衔接一个 noun。被动名词的双数按一般双数名词规则变化，其完整式复数随其阴性的不同按完整式阳性或者阴性复数的规则变化。有一些作为一般名词用的。三母动词的被动名词，其复数按破碎式复数变化，也就是三母
动词的被动名词，有的时候它的复数是不规则的。Mashru'un 那工程 ，Mashru'atun Mashari'u 就是三母被动的时候的不规则变化。Maudu'un Maudu'atun Mawadu'u 三母复数不规则变化。Marasumun Marasim 不规则变化。Marasim 啊，两种不规则变化。这礼仪 ，Mazru'un Mazru'atun 农作物。Muntajun Muntajatun。马苏伦马苏勒腾